那我们有请我们的沈丽娜同学，有请。Kiki 同学，有请蒋劲夫同学鼓掌。还有我们的孙艺洲同学，还有我们的凯丽同学，最后是我们的周汉良同学。请知道各位尖叫三秒钟，不能超过三秒钟。好的 ，OK， 三二一，看。来，我要做有秩序讲规则的好同学。那么接下来我们六位新同学跟我们的同班同学打个招呼吧，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好的好的。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让我们的六位新同学先入座好吗？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先随意的入座，随意入座没关系。同学们，那么今天的班会到这里才到了我们核心的环节。那么首先要向各位介绍一下，同时要向我们几位新同学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班会的主要内容就是竞选班干部。那么我们六位新同学将会在非常公平而公正的原则下，通过才艺展示的方式依次进行竞选。那么现场同学们，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提醒一样，赶紧抓紧时间关注我去上学的节目的官方微信，在一会儿的竞选环节当中，你将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你所喜爱的新同学的姓名和你最爱的实力同学头上神圣的光环。每位竞选的同学的票数只要超过一定的数字，就可以最后成功当选。小蛙同学、周大良同学来到舞台上，首先有请。首先告诉大家，你竞选的是什么职位吧？班长。好的，其实不用选嘛，我国中的时候就是班长。大家可以上网去 Google， 真的是班长。那今天在现场的话，来一个竞选宣言，要不要？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的话，还有人不选我吗？我们这样比较方便去估。你是想知道有多少年吗？我不会告诉你有多少年，反正就是不久前。好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班长的这个职位啊，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都知道，班长不单需要就是权衡全班的大局，同时还要扛起整个班级的责任。我们现场已经准备了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一个挑战的环节，叫扛起什么之类的，一分钟的平板支撑，扛起什么呢？可以吗？可以吗？然后。还没有说完，我还要在你做 blank 的同时，要现场提问，现场向你提出问题，你要非常冷静的，对，现场做平板支撑。然后多久时间？做到我们明天下午这个时间，我会回来，小蛙同学。好了好了，一分钟的时间。好的，准备好，话筒拿着哦，要现场要问小蛙问题的。你还不稳，还不稳。好的，计时开始，赶紧计时开始。好的，小蛙，60秒。感觉在我们的我去上学的节目当中有什么最大的收获？最大收获是什么？最大收获就是很怀念学生时期的生活。抓紧时间，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在我去上学的节目当中碰到了哪些新朋友啊？哪些新朋友是你最喜欢的吗？最喜欢当然是我同桌的小同学，就是小黄。好的，那么平时有喝小明同学？你到底有几条问题？30秒。对，有喝小明同学的饮料吗？最喜欢哪个味道？小明同学饮料最喜欢哪个味道？有什么味道？有很多颜色，经常我喜欢黄色。黄色，果然没错，我也喜欢黄色。那么再问一下。有跟同班同学之间约着，比如说逃课啊，或者是溜号什么的吗？没有。我们有一起去做那个演讲报告。好，时间到。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小蛙同学会觉得？来，我们的小学妹来。小蛙同学有觉得吃力吗？还是说？没有，汗都没出。还
还可以是不是？可是他刚才一分钟呢。好的，我们呢，在这边再做一个俯卧撑。对对对，我们的小老板果然是名不虚传，当班长就是要这样，要能撑起整个江山，撑起我们全班，对不对？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的小王同学，感谢你，谢谢，辛苦了。那么大家如果支持我们的小王同学的话，一定不要忘记发送他的名字到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的平台。那么其实到现在呢，我相信现场的各位同学们对我们的现场的六位我们班干部的候选者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要问出来。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一个机会，有同学要提问的吗？班委会成员们，班委会成员们，哪位先？来，那边那位，左边那位已经举手，嘴巴叫了。来，抓紧时间。OK， 好的。这里问一下钟汉良同学，就是说。在这里，因为你之前也是《何以笙箫默》里面回到了学生时代，那会儿也是受到了网上很多大家的好评，是不是？在那样子的扮演之后，这次再回到学生时代，有种游刃有余的感觉。那里面可能有一些比你更年轻一点的小鲜肉，你会觉得有压力吗？差不多这些。其实没有游刃有余，因为我们其实。几位同学一起在学校已经度过了一周的生活，感觉那个需要很大的身心体力是才可以应付这个学生那个生活。好的，那我们下一位举手在哪里？抓紧时间，来这边这位，来后来你上去，时间非常紧张。我也在看，但是我看不见，我要跑到那边去。我最喜欢。哦，他们俩在那。今天的音乐课。好的，好的。来，我们下一位，抓住机会啊！每个机会都非常宝贵，抓住机会。有照片，我想问一下，你喜欢数学课吗？其实我可以问在座的各位同学啊，我们数学应该没有人喜欢的。我喜欢。还有什么？因为我是数学老师，所以我问你是不是喜欢数学。其实我在高中时期，数学成绩是最好的。我也听说你以前有多少下呢？你数学成绩蛮好。那是因为我跟数学那个数字离开太久了，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重新再认识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好的，所以我们暂时就没有好好交往。那接下来，在我们组委会紧张的统计票数这样一个时间，那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出我们本次班委会的家长委员会主席、统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侯荣荣侯总上来发言，有请。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个人呢是以一个非常独特的身份，就是学生的家长，来参加今天的小明同学，我去上学的这个节目栏目的午餐会。大家认为刚刚我们几位竞选班委的干部们，他们表现的好不好？好。我觉得太棒了。因为我也有一个女儿，她今年高中毕业。所以我非常认同，17岁是一个非常爱做梦的年龄。每一个人都曾经走过17岁，但是也许你已经离那个年龄非常非常的久远。透过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有意思的节目，让我们去重温17岁的这种纯真，这种。爱做梦的年龄，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想刚刚我们的几位班委的才艺的表演，也充分的让我们认识到，在21世纪的学生们，其实他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一股强大的力量。我想统一企业的小明同学，非常荣幸在今年能够跟爱奇艺。跟东方卫视有这样的一个节目栏目的一个战略合作，小明同学的品牌的定位
是认真搞笑，低调礼貌。所以大家刚刚看这一句话，就知道小明同学他不但是一个语文鹦鹉，而且他是一个带萌的一个同学。所以不管你是一个小正太，还是小萝莉，甚至是怪叔叔哦，我相信你都会喜欢他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小明同学跟爱奇艺跟东方卫视大家走到了一起。我想今年是我们《我去上学》的中国版的第一季，也是统一企业的小明同学我们上市的第一年。我们非常期待小明同学跟在座的所有的老师们、班委们、同学们，大家在东方卫视老师跟我们的爱奇艺老师大家的悉心照顾能够快乐学习，天天向上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个有效的一个节目的栏目里面更提出无限的这种火花。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今年的暑假不放假，小明同学跟大家一起上学去。谢谢大家。好的，谢谢我们的帅叔叔，帅叔叔头头，谢谢谢谢。那么接下来呢，到我们的点评环节了，也不知道我们的老师们对于我们这些同学的表现满不满意。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教导主任 JDBC 内容事业部本部长朴亨俊本部长上台给我们做点评，有请 Welcome。好的，就是来到我们的启动章之前，我们来合影留念，记录下这个瞬间，好吗？来，有请我们的老师们、同学们，来到我们的启动章之前，我们要来最后的一个全家福合影留念。来，有请。大家随意站就好，随意站就好。有请。好的，大家面前有非常多的镜头，那么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小姐妹，来往中间站，往中间站，往中间站。非常感谢，谢谢。好的，大家望向我们的镜头，三二一，说，小明同学。好，三二一，好的，谢谢谢谢各位。那么最后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唱着响我们节目主题曲重返十七岁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让我们音乐响起来。那是最单纯、最无忧无虑的时光。爸爸拿一下，爸爸帮忙拿一下。来，放到旁边就好了。放下就好，辛苦了，各位。你为什么悲伤像树桃？我爱几个善良、理想和精髓。大家一起到舞台中间来。哦。